对足球来说呢，就是说首先是热爱这项运动，不断的努力，这些特质对足球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刚才在上面也看到了，这些孩子很珍惜这样的机会。既然我选择了参与，就要全力以赴，这个是必要的态度。你如果说在球场上让这个选拔的这个人员呢，能够看出你的这些优秀的特质，有培养的潜能，脱颖而出的机会就比较大。刚才一直在上边偷偷的看了大家的比赛，我都想换个鞋上来跟大家一起踢了。从大家这个所有的球员当中呢，我甄选了一个表现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，六号球员，恭喜你！希望你这个以此为契机，更加努力，赢得更好的机会。这个活动给了这些孩子燃起这种梦想的一个机会。我相信中国这个足球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这些好的球员。